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明道模拟联合国的开场讲者，中华民国行政数位政务委员唐凤委员上台致辞。Next, let's just welcome the Digital Minister Audrey Tung to give us an opening keynote presentation for the 10th Mingdao Model United Nation. Hello.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本来以为说是模联，但是 working language 是不是应该是英语啊？不过校长跟我说，这个我们汉语也是联合国这个官方语言之一，所以我就用汉语讲。那但是就是我的演讲，大概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有看过一些 YouTube 的话，就是我并没有特定的主题，是靠大家来设定我要讲什么嘛。那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刚刚手机应该都已经转成静音或震动了，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然后等这边把那个就是我的电脑切换到投影的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大家扫一个 QR code。 那如果可能比较后排或可能扫不到 QR code 的同学的话，现在也可以准备就是到一个网站哦， slido.com。那 slido.com 上面呢，就是它会要你输入一个代码，那这个代码很快就会出现在这个荧幕上，如果我们 WiFi 没有问题的话。不过在台湾宽频是人权了，所以就是就算学校 WiFi 怎么样的话，这个我们也可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学校这个 WiFi 密码了，好吧。 OK 好，那我们就连看看好。 OK， 那如果大家刚刚已经到 slido.com 的话，只要输入8029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现在才连上的话，那也可以扫这个 QR code。 那不管是扫 QR code 也好，或者是 slido.com 输入8029也好，都会到同一个匿名的聊天室因为通常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嘛的演讲对大家在就是台下听的时候，免不了大概到第20分钟的时候就会想要滑手机啊，按个赞啊什么，这个我们都很了解。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上面，如果已经进去的话，可以打声招呼啊，问个随便什么问题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说你有非常好 OK， 其知己行有一个人说早安呢、啊、那如果也想说早安的朋友，就不用再留言早安，只要帮他按赞就可以了OK， 我这句话可能讲得有点晚。 OK 有三位朋友认为现在应该是早安了，七位认为应该是早安了，只有一位认为是午安了。好，那所以大概就讲，就是说最高票的就会跑到最上面，那我就会把它 highlight。 那 highlight 之后我们就会来进行就是这个问题的问答。那在从现在开始大概55分钟的时间，会尽可能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那以就是最高票的先回答，那最新的问题会跑在右下角。好比像说刚刚有人这个问说可不可以要签名啊那这个可能没有那个时间，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电子签名总是可以的哈。那然后就是如果有人用英文问题的话，我也尽量用英文回答。那如果到就是55分钟之后这个没有办法全部回答完，那就先说抱歉，但是我都会看过。那但是如果到55分钟以前这个都已经没有问题了，也没有人现场要举手发问，那我们就会提早结束这个环节不过以前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大概现在也不会提早结束。然后那有时候就是会有人这个在这个底下问一些时事题啊什么东西，那个就当做这个正常能量释放那个不用特别去在意它，那个也是让大家有一个聊天室来可以就是聊天这样子。好，我们就开始了。有40位朋友们问说为什么会来明道的模拟联合国当嘉宾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就是参加明道的活动嘛，之前应该是黑客松 Junior， 因为我跟就是台湾黑客松就是台大那边嘛之前也就一直有合作过，所以我对于这个学生自发所办理的活动一向都有非常高的兴趣。那因为我在行政院的三个工作分别是开放政府、社会创新以及青年参与。青年参与的意思就是说青年看不顺眼大人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你行你来嘛，就是做一个这个让我们看了之后觉得说对，这才是国家的方向这种事情。所以只要是学生自己自发组织、自发发起，好比像学生会的等等的活动的话，我都会优先的来参加，所以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好。
那有43位朋友们问说，这个对台湾目前国际形象的一个看法哦。目前我们在台湾，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个 hashtag 叫做台湾 can help， 就是台湾可以帮忙。这个就是台湾目前的国际形象。而且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不是台湾的政府主要在推，而是台湾的民间。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台湾 can help dot us， 可能有人之前已经上去看过了啊。台湾 can help dot us 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阿迪的一个 YouTuber 哦。这边可能有人知道他，然后跟一个叫聂永真的设计师啊，然后志奇啊等等这些人，就是集资嘛，在纽约时报这个买了这样子一个广告，就是 Who can help？ 台湾 can help 啊。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民间发起的群众募资的活动，而且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这个投入磨练参考的，就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几句话，说 You are not alone. Taiwan is with you. We know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We know how hard it is. 啊，那这是非常非常 mature 的一个讯息。不过最早不是这个讯息啊，最早那个讯息是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就是跟谭德赛吵架的那个讯息啊。那但那个讯息就是虽然是一开始的那个版本，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群众募资嘛，就是说只有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掏出钱买了这份广告，当然不希望说在纽约的人一打开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是不想要贻笑大方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群众募资的网友，里面不乏专业外交官写信给这个阿迪，给这个聂永真说，这个其实这真的不能这样。那里面有一个叫做林祖仪的一个朋友啊，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马上就推出了 AB 两版，就是把那个比较中二的那个发言哦，这如果这边有过中二的学生，不是针对各位，就是就是中二的一个发言哦，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发言，哎，果然就是一夜之间就登短郎。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台湾对国外的形象就是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然后呢，我们抢先大家这个超前部署嘛。看到了就是这一场疫情它可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副总统陈建仁老师 Hi, I'm Chen Jianren,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I'm an expert in epidemiology,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Toda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crash course on how Taiwan is fighting COVID-19. 就是跟全世界分享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但不是只有我们的政府官员啊，也不是只有我们的这所谓的防疫国家队啊，还有72,990位这个民众，已经捐赠了621,2480片的口罩哦。那这个就是透过我们健保快易通里面，大家如果就是家里还有一些口罩，或者就是电商就是后来有买到口罩的话，那你可以把就是本来你可以领但你没有领取的这个配额，那捐出来给国际的朋友们来使用。那大概一半的朋友们是选择默默行善哦。那等像我呢，就捐了36片口罩，不过里面只有6片是我的了。另外18片是唐凤平啊、唐凤敏啊、唐凤仙啊等等啊，就是名字里面有唐凤的人加在一起捐了36片口罩，这是类似一个 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选择权、口罩选择权去换选民权哦。那所以就是外交部到国外就会有一个这个 QR code， 大家只要一扫就知道是就是有多少人啊，事实上是72万多人啊，就是就是心怀世界去帮助全世界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所以大概目前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际形象。那我们会分享不是说只是口罩 made in Taiwan， 而是制造口罩这个 blueprint 也 made in Taiwan， 而且呢就是我们对口罩的这个分享的方法是说，哎，那我们包含怎么样劝说人戴口罩的方法，好比说戴个口罩是保护自己免于自己没有用肥皂洗的手碰到自己的嘴巴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自然有一个方法，就是请一只很漂亮的柴犬啊，就是来分享这个防疫期间严禁吃手手啊，要肥皂勤洗手，把戴口罩跟肥皂洗手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我们叫做迷因嘛 ，Internet meme， 哎，这个也是我们分享的一部分。所以不是只是 product made in Taiwan， service made in Taiwan， meme 也 made in Taiwan， 我们整个 process 也 made in Taiwan。那所以这整套大概就是我们目前台湾 can help 的一个国际形象啊。有63位朋友们，对，有一位朋友追问说，我是不是喜欢柴犬啊？是很喜欢柴犬 ，OK， 好 ，OK。然后这个大家刚刚看到这样群众募资嘛，但如果你这个比较就是没有群众募资的钱的话，那你也可以出力啊。其实像刚才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各国语言的版本，包含陈建老师一开始也不是用英语讲的，这些都是靠各位乡民啊，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群众纠集字幕，不过他们那个功能好像最近关掉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用各种方式，你都可以帮忙去把台湾
将这些 message 翻译到全世界。其实在 Twitter 或在其他 Instagram social media 上面找 hashtag Taiwan can help 就知道有很多帮忙的方法啊。有六九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唐凤委员对于中华民国跟美国关系的现况有什么看法？中华民国会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牺牲竞争底下的牺牲品哦？应该是绝对不会啊。那因为我去 DC 蛮多次了啊，那所以不管是民主党的、共和党的主要的这个几个总统候选人的幕僚等等，大概我们都有接触过。那其实他们对于民国，就是我都翻成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啊，跨文化的公民之国，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他们是觉得说，他们已经就是想要支持非常久了。那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放弃，就是把 PRC 放在 WTO 里面 reform 一下的这个计划。那所以这个就在就是所谓的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啊，大概就是有十五名的这样子一个关系。不过就是把 PRC 放在 WTO 里面 reform 的这个计划，现在好像是有一点破产了啊，在他们不管两党的都是这样子想的。那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是会是有名有实，所以真朋友真进展啊，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重点倒不是说就是中华民国要去变成是美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就是跟世界上面的一个对照组吧。就是像刚才虽然校长是把我们有点当做这个民族性的这个对照组来看待了，那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文化了、教育等等的这个层面。那在国际关系上面，我觉得倒不是我们是任何人的对照组，相反的，我们是就是在国际上面有一些想法，好比像说我们如果要防疫，如果要照顾公共卫生、公共健康，那我们现在有一派说法是说，我们就一定要 lockdown， 一定要封城啊，一定要去牺牲掉一些民权，或者牺牲掉一些就是人权啊，或者是隐私啊等等的这个行动自由等等。那但是或者说如果你要就是维护人权、维护民主等等的话，那你就要这个忍受就是大家不戴口罩，然后跑去街上，然后这个疫情就无法控制哦。那所以现在是有一种这种我们叫看起来是false dilemma 的一种事情，就是假两难了。因为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是一面防疫一面促进民主，我们的民生跟民权这两个并不是就是互相打架的，民生跟民权是互相加强的。那这个从就是孙文学说到现在就已经是这样。那当然当时孙文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的 radical， 没有怎么会说这个你越发展左翼就越发展右翼啊，右翼跟左翼怎么会是同时发展呢？但是在台湾确实我们把孙文学说实践了这么多年，那大家都知道说刷健保卡就进入社会主义的左翼，刷金融卡就进入资本主义的右翼，那我们左右翼平衡已经非常久了。 对，所以从解严以来到现在已经相当久的时间，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左右翼同时发展同时平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那所以这个就是对目前的不管是 liberal democracy 主张自由的这些民主的政体，或者是 social democracy 注重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善的这样子一种民主的政权，那台湾经验、台湾 model 都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等于是说大家不用在左翼跟右翼之间硬得做出一个选择，那这个东西不但对就是美国有启发，我想对 PRC 的很多朋友也是有启发的，所以我觉得并不会成为竞争底下的一个牺牲品。那有六十一位朋友们问说，是不是要饿到一点半，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禁止饮食还是什么的没有禁止饮食嘛？校长说没有禁止饮食。好，那所以大家就不用饿到一点半啊。如果这个肚子饿的话，也非常欢迎这个先出去拿点东西再回来吃啊，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就是 no offense taken 啊。OK， 有四六位朋友们问说，会不会觉得108课纲很烂哦？这个所谓就是闲货才是买货人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它有烂的部分的话，可以参加你们的课发会啊，每个学校都有课发会啊，那也可以透过就是在课发会里面的不管学生、家长、老师的代表来参加它的制定嘛。那其实我们当时因为我是108课纲总纲课发会那边的课发委员，那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以前是就是刚性课纲嘛，就是它是教育部执行单位，那现在是稍微比较柔性的一个课纲，就是学校的校本、加深、加广、选修等等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学校自己来决定。所以如果你觉得教育部的教材教法不怎样，或者是说你觉得教育部怎么没有磨练变成必修呢，那这个你还是可以做一个校定必修、校定选修等等的这个设计。所以就是你觉得教育部做的烂的部分，那大家就自己来做，你行你来啊。那这个才是新课纲的基本概念。因为如果你自己觉得就是你所上的课可以有改善的空间，那个
个就叫自发，就是不是老师灌输你什么，而是你觉得老师应该要跟你分享什么。那如果你愿意去跟课发会或自己在社团啊等等这些活动上面争取啊，这就是互动啊。那如果你愿意分享出来，然后把你自己所学到的素养也让你的就是学弟妹能够就是有所学习，而且让老师有所学习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共好嘛，就是达到共同的价值。所以自发互动共好三面九项这些基本的素养，其实是实践在每一个学生跟老师对于课程的设定权的参与，叫 agenda setting 上面。那所以呢，一开始就是108课纲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子的不圆满之处，好比像说我们当时制定的时候，联合国根本还没有通过这个永续发展目标，所以我们当然就不太可能在总纲里面把永续发展目标放进去。那但是现在就是老师们自己在自己的就是素养的课程里面去加几个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个 tag， 据说还在你们学校这个一整面墙上面放了很漂亮的17个颜色嘛，那就是每一个学校都可以去对这个总纲进行增补哦。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这个来挑战108课纲，你越觉得它烂哦，这个里面它这个校定的部分就可以 exercise 的越多啊、哦。那有50位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表演一段 rap 啊、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想要听我这个表演什么 rap 啊，所以欢迎这个介绍。那但是答案是可以啊，可以表演一段 rap 啊。你只是问可不可以吗 ？OK 好 ，OK 好。那对，那有50位朋友说，那愿不愿意这个甩头发啊、给大家看哦？那同样的，这个这只是一个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嘛，所以当然是可以啊。OK， 嗯、okay.。有48位朋友们问说，对于模拟联合国的一个见解啊、哦，我觉得其实台湾，我常常在就是联合国周边，其实也包含在日内瓦，因为开个机器人，去说这个台湾其实至于联合国的关系，就有一点像是就是我们就是自己这是各位学生呐、啊，至于这个民主政体的关系，大家如果现在还不到这个20岁的话，是没有投票权的，那所以就是还没有投票权。那当然很快会改成就是18岁就成年，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参与权，不过投票权那个还是要修宪、哦、修宪要比较麻烦一点。那所以就是在修宪以前，这个修宪因为很麻烦，就跟联合国要让这个我们民国重新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在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liminal stage， 就是说你既在这个参与政策之外，但是你受到所有的政策影响，但是呢事实上大家都非常尊重你的意见，而且是觉得说你才是代表这一套体制往未来发展的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已经在这个体制里面，你已经有投票权了，那当然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就是应该循正规的方法嘛。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投票权的话，我们常看到说，我们不管是参与式预算，不管是线上的那个联署啊、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就是就营平台等等，最活跃的朋友大概都是可能15、16岁啊、大概17岁这样子的朋友，因为他们就根本还没有任何连这个参与公投都没有这个权利。那所以呢，这个模拟的这个感觉，其实它同时也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模式啊，就是它是在 prototype， 在试一个新的一个方法，让本来的这个看起来难以松动的体制可以参考，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说，哎，哦，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办。所以最主要的倒不是说你在这次联合国里面到底讨论了什么，什么古巴飞弹危机，还是什么解除军武，什么核武，什么不扩散，什么什么的这些题目，而是说大家可以试着用一个新的角度，而且不是利害关系人，就是我们还不是球员嘛，那所以你就可以当裁判嘛，就是去看说，就是在场的这些 player 到底有没有，就我们说这个旁观者清啊，到底有没有 miss 掉什么这些东西。那确实啊，好比方说我们这一次防疫上面跟 WHO 的关系就是如此啊。 WHO 它有一个很严密的一个体系，而且大家也都相信了这个严密体系的调查的结果。那因为台湾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那我们不相信也不是因为我们跟 WHO 有什么世仇啊，而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在他们的那个通报体系里面，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想一套方法出来。后来才发现说我们想这一套，哎，后来 WHO 慢慢跟上了，他们2个礼拜前才发起了一个大家都应该戴口罩这样子的运动啊。那我们就觉得说虽然有点 lag 啊，但是很高兴就是加入我们嘛。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大家可以去试一个新的讨论的方法，新的讨论的模式，甚至不需要去管说联合国既有的规则是怎么样。我们第一次提那个就是国家资源揭露的那个 VNR 啊，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资源揭露报告的时候，甚至还加了第18个 SDG 啊。如果我们是
联合国会员国，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但因为我们不是，所以就随便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比较有这个在体制外实验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实验的过程，只要你勇于分享的话，事实上你从外面去撼动一个既有体制是比较容易的。从里面啊，你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则嘛。所以大概我们就是一直是一个 outside game 这样一个感觉。不过当然就是说，接下来还是要修宪了。十八岁也有一天会长大成为20岁嘛。那所以就希望如校长所说的啊，再过两年，这个说不定联合国大会改一改他们的那个宪法啊，民国就又回去了，好像也不错。有45位朋友们问说，请问对于披萨跟凤梨这个组合、啊、的论述是什么啊？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披萨它是可以很容易切成很多片，那凤梨呢也可以切成很多片，所以如果是一整块披萨加上一整颗凤梨，这是非常难以混合的哦。但是呢，如果就是你把凤梨放到就是打果汁机，或者是把它切成小片，那披萨呢也切成比较小片的话，那愿意在披萨上面加凤梨的人就可以加任何数量的凤梨，不愿意在披萨上面加凤梨的人就不需要加凤梨。所以我觉得这个凤梨应该是一个 up in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哦。谢谢。那有43位朋友们问说我对安倍辞职的看法哦，那就是很诚挚的希望他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好好这个疗养他的身体，这个这一阵子真的非常辛苦。有43位朋友们问说，这个拜登如果当选美国的总统啊，对于台湾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觉得川普跟拜登的竞争啊，对于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当然，拜登就是我们如果去看，就是他们最近就是民主党包含他们的党纲啊等等做了一些修改的话，可以了解到说他们传统上面那个就是 PRC 加入 WTO 可以养成一批中产阶级，然后要求民主改革，然后最后把他们改造成民主政体等等的这样子一套想法，在民主党里面大概已经很少人这样子想了。所以拜登当然他本来是这样子想的，但是他跟他幕僚了，现在也大概就是说，哎，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要就是从就是比较没有办法从里面去改革 PRC， 可能要从外面啊去就是 keep PRC in check 的这样子一个方式。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吧。好比像说最近在就是川普政权有推出一个叫做 Clean Network 干净网络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嘛，那大意就是说可能2017-18年左右 ，PRC 那边的就是共产党，他们在每一个大型的公司里面都安装了党支部啊 ，Party Branch。那而且他们有一个叫做国进民退的这样子一个政策，就是说只要任何就是所谓的四部门大到它可能变成就是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隐忧的时候，他们就要派几个党委，党委进去就是董事啦。那所以就是他们是在一个完全不需要就是 rule of law 的方式的地方。用 rule by law 的这样子方式，乍看之下合法的，那去把所有的私营企业 de facto 的变成了党营企业哦。那当然，在他们党营企业就是国营企业了。那其实我们几年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们都很了解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些党营企业，如果是进入我们的好比像通讯的生产链等等里面，我们当时2014年在占领立法院的时候，就是立法院周边那个20几个 NPO 里面就有一个组是专门来讨论说，好比像我们当时在做4G 的通讯器材到底能不能够。让 PRC 的这些所谓的民间部门来参与，那当时在街上的共识大概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私营部门这件事情，他们只要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抽换他们的所谓私营部门的领导人、哦、那就会变成党营的，党营的也就是国营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每一次就是要重新评估说，到底这个企业现在有没有被变成党营啊的这个就是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就是我们对于这样子的设备的重新评估所需要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当时我们在2014年在街上就有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做4G 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步的去把 PRC 的所有的元件大概到2015-16就已经全部退出我们的电信的系统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很高兴，就是美国是 on board， 他们现在在全世界推行我们在2014年就已经采用的这样子一个政策。那大概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转换最快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成本嘛。我们 4G 的时候本来就没有用 PRC 的东西，所以现在说 5G 不能用，我们一看 5G 五家电信上没有一家在用，那所以我们就变成第一批响应这个Clean Path Clean Network 的这个倡议者。那现在就是印台差不多其他就是民主政体的盟友大概现在都慢慢 on board， 所以我是觉得还蛮乐观的啦。就是说不管是你去看 Biden 或者是看 Trump 他们对于刚刚这一套的这个论述大概都是站在就是台湾其实已经讲了很久的这个立场里面，所以大概都是蛮有一个益处的啊。
有54位朋友们问说，老师，请问在台上如果太紧张了，不知道要讲什么，要怎么办？如果你在台上不知道要讲什么的话，你只要请听众来提问题，然后把听众的问题念出来哦，这样子你就算脑里一片空白，你还是可以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你就是非常的言之有物，因为大家就是看俄罗斯方块一样嘛，就是说会在脑里已经在预先想说，哎，那下一个问题唐峰会怎么回答？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算你不知道要讲什么，那其实像我就是现在就是讲的语速很快，但其实我有换气啊，我是在标点符号的时候换气啊，但因为我讲出来都是大家的题目的内容，那大家顾着看，哎，这个到底有几个赞，我们要怎么去拉票等等，就比较不会注意到说就是我正在换气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就是说，当你不知道做什么时候 ，crowdsource 啊，群众外包就对了，群众外包是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啊。有40位朋友们问说，有没有考虑参选下一任总统啊？在这个之前，就是因为我现在是还是30几岁嘛，那按照我们民国的宪法，30几岁是不可以选总统的哦，也不可以选副总统。我说参选呢、啊、是可以投票的，对。那当然这个我也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因为我明年就40岁了，对啊、所以就是像刚刚讲那个 liminal stage 啊，总是就是假以时日就会达到。但是就是说，就算各位以后达到了这个20岁，还是要帮以后18岁的人想一想了，所以修宪还是我觉得有必要的。那但是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因为我是没有党派的，就是没有党籍也没有党职。那我们看就是整个就是民国民主化的历史，就是其实目前是大概很难想象说，就是一个没有党籍、没有党职，而且也没有特别主张说什么样子的意识形态。我整个工作基本上就是所谓公仆的公仆，就是帮助大家能够用有延展性的方法去倾听各种不同的立场，找到共同的价值。像这样子的一种运作方法哦，那跟当了总统之后，想必就是国防啊，这些活动，它必须要是下命令啊、哦。这两个其实可以是我这边是完全横向的嘛，那边三军统帅那一部分是完全纵向的嘛。那所以我目前在脑里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把这种纯横向的领导方式啊、哦，就是跟这个纵向的总统职权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是并没有参选下一届总统的一个打算，那就是很具体的跟大家报告。那有46位朋友们问说，想问委员呢、啊，认为台湾应该尝试以何种称谓啊加入联合国？我现在在国际上面就是present 我的名片的时候啊，我大概都是直接是用我的这个 email address 啊，不管它是 ey.gov.tw 啊，或者是我们的 pds.tw， 就是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pdis.tw。最近才有那个印度的一个国营的电视台 YON 啊问我说，哎，对于这个印度承认这个台湾的主权呢、啊，有没有什么看法这样子？那我就说，哎，没有啊，我有去过印度啊，我在印度上网的时候打个点 tw 是跑到台湾网站啊，不是跑到别的网站啊，所以在网际网络上面就是点 tw 是台湾的 twnic 在负责分配它的 IP 位置，就是说它会连到台湾的电脑了，所以可以说是点 tw 我想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那这个点 tw 大家用的这么习惯，但是其实像科索沃啊这些地方，它可能就是别人也在就是想要讨论就是到底他们是不是就是一个承认主权的国家等等，但是他们目前争取这个就是点 KO 或点 KV 这个并不是真的很顺利。事实上这是台湾有一个就是数位外交协会去科索沃去帮他们 advocate 的，就是我们应该拿我们争取点 TW 的那个经验去协助这些就是目前还没有顶级域名网域的这些国家跟地区跟管辖领域跟经济体跟政治体，不管你要怎么讲了，大概就是这些地方。那所以我想像 Somaliland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嘛，我们在 Somaliland 设一个台湾 Representative Office 一个 TRO， 那这个 TRO 基本上也是对于索马利兰的朋友们，他们是非常的鼓舞，非常的雀跃啊、哦。如果大家有看索马利兰的 Social Media 的话，其实他们经营的非常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除了联合国之外，就各位模拟的这个联合国之外，事实上还有一个 UNPO 啊，就是 Unrepresented 的，就是不在联合国里面的国家自己组成一个不在联合国里面的非联合国会员的组织啊、哦。那台湾是里面最强的。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很能够了解就是就是想要被大家认可的这样子一个感觉。那我们也非常愿意去协助其他人去取得就是国际上面实质的这些参与权。那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的 consensus。 如果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就叫点 TW 去加入联合国，那就是排名会排到最前面，因为点的排名比 A 还要前面啊。那所以会议的时候可能都可以第一个讲，有点像是那个外交序列的时候
总是那个教皇的那个使者会排在前面，因为外交制度是他们发明的嘛，所以为了尊重教皇的，就是梵蒂冈的使者，所以他们的那些就是等于大使的这些教廷的大使，总是排名在 A 前面嘛。那我们也没有要比教廷在前面，毕竟我们邦交国嘛，我们在教廷后面就可以了。那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是觉得点 TW 是一个很好的名称。那但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这个想法的话，也欢迎在 Slido 上面告诉我。那有52位朋友们问说，哎，觉得台湾是不是应该实施普筛哦？还有台湾是不是应该把营养性的检验啊改成抗体的一个检测哦？其实我不知道有任何一方的专家学者在实际上主张说，在台湾对每一个人来进行普筛了。大概就是目前并没有很 seriously 的有这样子一个论点。有些人的论点是可能居家检疫14天之后再验一次，那这样子的话让大家是比较放心，而且你14天都过了嘛，那所以其实也不会有就是伪阴性。阳性等等的这些问题，那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是 CECC 才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目前就是实质的一个命题，因为并没有人真正主张就是台湾每一个人都要普筛。那但是如果觉得你如果真的很想要筛的话，那目前是可以自费啊来进行筛检，欢迎大家贡献到我们的健保资源里面。有46位朋友们问说，新冠肺炎全球有疫情啊，仍处高峰，台湾相对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啊，那对于疫情走向跟台湾未来因应啊，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大概分成两个方向来说明了。一个是说，确实我们现在在最安全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的研究能量、我们的开发能量、我们的就是不管是在药物、疫苗、试剂等等这些部分，我们就可以全力的投入。我们的这些生产跟投入等等的，完全不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不用关厂嘛。所以我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对其他的世界上的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稳定支援的伙伴的角色。他们去跟其他的就是管辖领域经济体进行这种双面合作的时候，常常就要面临说，哎，他们在那边突然断炊、突然断货、突然封城、突然怎么样的这种 risk。那我们这边的 risk 因为一直非常非常小，所以最近才有一个投资环境报告嘛，我们竟然就已经变成这个亚洲第一了。就是说，以投资人来讲，就是放在台湾这边的投资最不会忽然之间被一只黑天鹅还是什么黑犀牛还是什么黑色其他动物而打断了的这样子的情况啊，犀牛好像是灰色的，对。OK， 那有位朋友为什么突然说找不到我的这个 Instagram？ 我 Instagram 叫做 Digital Minister 啊，谢谢哈。OK， D I G I T L M I N I S T R 哈。那继续啊，那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是第一个，我们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不断的帮忙，就是捕食，帮忙大家去因应这个疫情的这样子一个角色，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处境，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每天常常，我之前今天有跟校长说嘛，我常常6、7点就要醒来，因为就是每周那边凡是讨论关于就是疫情的因应，尤其是怎么样运用数位的技术等等，现在大概每个礼拜我要参加可能10几场这样子的一种国际上面的活动。那本来我们是很难 physically 参加的，好像联合国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或等等这些。那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现在其实都是办线上活动了，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参与其实并不是发言有问题，是在门口有问题。如果那是联合国大楼的话，他会要验护照嘛，然后民国的护照他当然是说就是不承认，那所以人是进不去。但如果你想办法进去了，那其实你的发言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时我才开发出一个就是机器人发言的这样子一个模式。那其实现在我们各地的驻出外交官其实都已经学会了这个模式啊，就是他只要请友邦的朋友，或者是跟我们友好理念相近国家的朋友，最好是有一个旋转椅了，他只要把一个 iPad 这样夹在椅子上，他只要按一个键我就出现了，然后就是有人发言的话，只要帮忙把椅子转到那个方向就好了，所以连机器人都不用租，非常非常的方便。我用这样子已经参加不知道多少次会议了。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哎，确实啊，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当时在日内瓦那一次的话，虽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驻联合国的那个外交官有举手抗议，但是他最后并没有离开那个房间。那其实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原则的话，就是贼汉不两立的那个原则的话，就是他们是必须要离开房间的。如果我们成功的发言的话，那他们没有离开房间，其实是一个外交上一个 signal， 就是说他们觉得透过视讯发言这件事情，并没有违反他们所引的那一号决议。那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外交上非常 significant， 因为从那个之后，我们就常常在同一个场合出现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就算他
跑到房间外面，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大使说，这个是我们的什么模范省啊，什么在里面这个分享啊，那我们也可以去跟这些人说，没有了，那是西台湾的这个一方面的见解而已了，对，然后对，然后对嘛，就是尚未解放的西台湾，对，那的一方面见解，所以就是说，但是这不影响，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活动里面出现，而且在同一个活动里面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就是新的一个 model。那这个 model 为什么可以成立？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以前像这种高阶的会议，如果是数位的话，那大部分资深的就是首长，尤其像这个 Secretary Azar 等等这些朋友们，他不一定会出席，因为第一个他年轻的时候用过视讯，那时候视讯很烂，视讯天生就有一种排斥的感觉。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还是偏好面对面的沟通。但现在因为面对面戴口罩啊，所以见面三分情，倒扣到一分情了。那所以视讯至少还有个两分情，所以就是说视讯现在 preferable， 因为你这个至少看人家表情看得清楚啊，台面上比较容易这一件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现在他们发现说，哎，接个浏览器或他手上有个这个什么手机，他只要一接到这个会议系统，什么也不用安装，什么也不用下载，而且画质还很好。那所以呢，他对这个视讯会议的感受也就改观。所以我们在 WHA 就是联合国体系底下 WHO 的那个卫生组织大会前几天自己办了14国跟经济体的那个等于会前会吧。那大家就是我们就第一次看到非常多非常资深的官员都能够亲身的来参加。那参加的话也没有分什么会员国席位啊、观察员席位，反正在网络上面就是大家都是一个一个小长方形嘛。那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席位的差别，而且呢，这个人跟人之间还更加亲密，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资深卫生官员这个家里的画作啊，他的小孩忽然哭了、啊、还是什么之类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在外交上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即使疫情过去，我们不会忘记这种就是全世界在台湾的协助之下一起解决一个世界性问题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各位不管未来的就是想要解决的是可能网际网络的巴尔干化，或者是想要解决气候变迁，或者是想要解决就我们什么时候到底能够去火星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都可以去搭着我们这一波就是台湾 Can Help 的这个概念呢，更容易的去连到全世界的相关的外交人员跟资深的官员、哦、那有一位匿名的朋友问说，现在睡着会不会被发现、哦、那这个就是可以跟大家具体回应，就是说一会被发现，以及二没有后果、啊、所以你就继续睡吧。 OK， 那有4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美中的关系从贸易战逐渐迈向了新冷战、啊、那台湾的角色、台湾的反应跟台湾的行动、哦、当然就是从我们在台湾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就是 liberal democracy 的这样子一个阵营里面，我想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是在保持着 liberal democracy 的前提底下去平衡就是右翼的资本主义的就是宪法里面讲节制资本、啊、跟促进这个左翼的就是社会连带关系，就宪法里面促进合作事业、啊、那这些我想是大家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说选择了这个民主自由，我们就必须要让资本市场独大，我们就必须要牺牲社会上面的连带，我们就必须要牺牲掉一些少数的朋友等等。那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就是我们先把台湾 Can Help 中文翻成暖实力，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可以告诉 Liberal Democracy 说其实在就是他们现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时候，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的 argument 是说，应该是说就是社会主义用集权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办法良好的达到的。那我们这边不管我们把它叫做民生主义还是什么东西，其实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啊，这才是大家就是愿意不是只是照顾自己的需求，也是照顾旁边的其他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在这个所谓新冷战里面，我们的价值体系大概就可以建筑在说我们是整个民主阵营里面最暖的嘛，就是最愿意来帮忙的，最有人情味的等等。那其实这个就跟就是捷克他们团就是马上就要来了嘛，那他们跟台湾的就是共同的 message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就是他们自己也是经历过就是哈维尔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嘛，把他们变成一个民主化，但民主化之后他们还是没有丧失这个就是人情味，而且人跟人之间互相连带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跟欧洲之后因为在这方面的价值特别接近，也会有更多的就是具体的联络啊。
有46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委员怎么样看待上引号代议式民主下引号？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接触过设计思考 design thinking 的话，可能知道就是说 double diamond 嘛，就是两个钻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不是赤手手，已经不是赤手手。OK 哈，这个对，好，那double diamond 大概如果没有接触过的朋友，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它就是 discover define develop deliver 的这四个概念。那这四个概念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一个社会共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不是急着下决定，而是先问大家说，到底你实际的状况怎么样，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实际的需求等等，等这些都确定之后呢，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共同的价值。那代议民主呢，大概就是等到你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好比说刚刚讲到的这个校长所提到的创新啊，或者是永续啊，或者我刚刚讲到的 inclusion， 就是包容或涵容啊，大家已经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已经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了，那大家可以去一起开发出一些解决的方案，然后呢去把它实作出来，然后编列预算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在 Peters 这边就会再加一个 unlock， 就是说当他真的就是编列预算或者通过法律或怎么样子的话，他只是等于一个邀请函，就像我们108课纲的总纲颁布，他只是一个邀请函，就是去邀请就是所有的学校自己透过校定选修必修加深加广校本等等的这些方法去 unlock 更多的这个 potential， 就是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讲，代议政治它大概只是在处理从有共同价值然后到要收敛到第一步的解法，就是 develop 到 deliver 中间呢，就代议政治非常适合处理这个阶段。那我刚刚就是一直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在不同的立场里面找到共同价值，特别是像 Slido 这种工具就很适合 用在这个阶段，就是我才知道说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大家透过像投票但是不能够回应，所以你就不能打脸只能打输这样子的方式啊，对，来定义出就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是什么。所以我想就是这两个，就是前面是我们叫做比较审议式的这种民主制度，后面是比较代议式的这种民主制度啊，这两个其实是互相加强的。而当代议士到达了一个就是暂时的决定的时候，那前面审议士的这些朋友又可以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去运用啊，做出各种各样新的可能性。这是大概我们目前发展审议跟代议关系我的一点看法啊。那有50位朋友们问说，哎，觉得这个多元性别是不是应该要在学校教清楚啊？那其实多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就是每个人的清楚，每个人的明白要自己去探索了，不是说学校给你一套标准答案说，彩虹刚好就七个颜色，然后就傻傻相信是七个颜色啊。那其实中间有非常多模糊的地带。那所以我想学校能够给的只是说，不是只有非黑即白，大概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there's more， 那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填空题，从一个是非题变成一个填空题。那变成一个填空题之后，其实要填什么空，你在学校这边学到的永远只是一些 sample， 就是一些可能性了。那你可以填这个也可以填那个，但到最后你到底要填哪一个，那个是你自己的人生告诉你的。所以学校我想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在脑里不要有那种好像是一个是非题的那种想法。如果更多的东西可以变成填空题的话，那对大家来讲，这个多元性别可能在学校没有办法到完全清楚，但至少你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可言啊。有44位朋友们问说，对馆长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啊？那我这个人很简单，不懂的事情我就说不懂，没有不懂，没有什么看法，完全这个还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件事情啊。有42位朋友们问说，请问觉得谈恋爱会不会影响课业啊？当然会影响课业，而且会有很正面的影响啊。那就是对啊，就是当然就是说，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很在意一个人嘛，很在意一个人的话，你就更有那个自发的跟他互动的那个动机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两个人去找到说，哎，这个他在意的事情，你在意的事情，要怎么样创造出一个共同的价值，让双方都至少可以接受嘛，就是关系不会这个散掉这样子的情况，哎，这个就是共好啊。所以自发互动共好，三面九项，完全是可以靠谈恋爱来完成的哦。那所以就是我想，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修恋爱学分的话，我想这个学校现在不是正在把这个素养跟就是每一个学分去进行一个趴数的这个评量嘛？那我觉得谈恋爱是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可以评量的一个过程啊、哦。
这我觉得蛮好的。那当然是就是谈恋爱两个人交互平量啦。好，那有41位朋友们问说，这个对于美国黑人歧视的这个看法哦，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想大概两个看法啊，一个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东西，而且很多就是当时在就是黑白还就是完全分开，然后有非常结构性的歧视，这些朋友们以及就是民权运动的那些朋友们，现在都还在世，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就是看着一个在我们的一个 lifetime 就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从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就是黑人白人就应该分开做，到现在大家觉得天经地义，就是黑人白人都应该有相同的机会，这个黑命关天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译了，好像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等的这样子一个做法。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教育我们的上一代哦，就是救救我们的上一代，不要输在终点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对很多美国的年轻人来讲，就是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那但是他们的长辈，因为他们在他们长辈的小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子被教育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刚刚讲到的非黑即白 ，literally 非黑即白的一个是非题的这样子一个看法。那所以就是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长足的进步。那尤其在就是奥巴马当总统的那个时候，至少在就是公开的这个讨论上面有一个长足的进步。那但是事实上，就是很多人在脑里那个很结构性的东西，他会觉得说，哦，只是因为奥巴马当政，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政治的正确性，我们不能够就是来谈论这些。那但是后来就是换川普当政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那些压抑了8年的东西啊，那很容易就又浮上来。那所以现在就造成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矛盾。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考验了，就是说年轻的世代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去治愈，就是年长的那个世代在脑里的那些非黑即白的那个藩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试炼，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地方哦。那有42位朋友们问说，抱歉委员，听我们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不会啊，我完全没有觉得乱七八糟，我只是觉得说现在这个剩15分钟，但是还有241个问题哦，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回答完，只是感觉有一点抱歉而已。但是这所有241个问题我都会看过啊。有42位朋友们问说，这个请问对于吸毒弑母案以及精神病杀人有什么看法啊？这个刑法第19条的第1项、啊、是不是应该废除啊？这些都是很棒的问题。我想就是我们从就是这个案子的判决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国民参审那么重要。那因为就是接下来大家可能知道，像这种就是比较重大的这种刑案的判决，接下来就不是3位法官在判，而是3位法官加上6位国民法官在判。那这6位国民法官每一个都可以带入他自己的这个观点来影响这3位法官了。那我想国民法官在讨论的时候，对这3位受命法官的这个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他们必须要讲人话，就是他们必须要用就是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方式，不然的话就是吵起来的话，6个人声音绝对比3个人大、哦、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求我们的司法体系用一个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然后去把他们考虑事情的方法来解释给就是社会大众知道。那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本来做的那个就是裁判什么他本身一定有问题或一定没有问题，他一定是你知道恐龙也是有迅猛龙嘛，对不对？就是不一定是总是反应迟钝啊。那但是就是说你反应快速，但是如果只有法界的朋友知道你这个快速的反应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会在社会上变成一个就是少数的有深厚法学素养的朋友可以来具体的讨论，但是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就是完全是觉得说那为什么他不讲人话的这样子一个很不平均的分布。那我想国民参审制就是想要在这个中间做一个比较平缓的这个解体，就是你只要越想要多了解一点，你就可以去就是询问你附近有参加过国民参审的朋友，那他当然也会很乐于去跟亲朋友分享。那我们在这个之前会办很多次的模拟法庭，这个我也参加过，而且还是用机器人的方式参加当法官，然后用 VR 法庭的这样子一个方式，让大家实际能够去身临其境，看到法庭里面的这些事情啊。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的部落格 blog.peters.tw 里面会不断的有很多我们跟就是各个体系包含司法体系的这个合作。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我看一下、哦、这个应该是前再前面一点点，
我的法官初体验，蓝雅国中九年一班的同学、哦、跟士林地方法院、啊、有举办一个模拟法庭，然后当时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些都是为了就是国民参审做准备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坐在法官的这个席位、哦、坐在审判长旁边、啊、是一台 iPad， 然后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只要转动椅子我就可以看到各个方向。对，那他们这个拍了一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短片来说明就是整个 法庭审理的这个步骤，而且呢他也有一个就是360度 VR 的这个影像，所以事实上是很多人是附身在中间这个 VR 的这个直播这颗球上面，然后呢在留言那边去询问各种各样子的问题。那因为那个用球情直播的好处就是说你不会用特别哪一个人的角度，事实上你是可以站在每一边的角度，你只要稍微旋转你的手机你就可以感觉到、哦、你现在正在看证人的部分，你在看被告的部分，原告的部分，法官的部分等等，你跟每一个人的距离是一样近的，所以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多用 VR 体验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外面如果只看到就是这几个字这样子的说明的话，那其实很难了解到每一个个案里面他到底要考虑的方向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如果是就是在看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但是大家坐在底下然后看台上的演员的话，其实你不会知道说他在后台到底做了什么准备，而且他在前台的时候他跟其他演员中间的关系是什么，互动是什么。那但是现在好比像说像之前那个迪士尼狮子王那个舞台剧就有用 VR 嘛，所以你就可以带入演员的角色，然后你就感受得到，那那样子的话其实就是那个参与感才是特别强的。所以我对于个案大概是没有评论，因为它是司法体系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对于刑法的调整，对于刑法到底要不要就是废除特定的一些章节等等，我觉得社会如果要能够理性的讨论的话，就是每一个适用这样子的章节的这些案例，那我们在国民法官实际的参与，而且参与的时候成审的法官一定要跟他们讲人话讲清楚，而且这整套又有 VR 的方式记录下来，大家都可以回去身临其境体验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再来做实际的讨论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推进我们的司法改革、哦。那这个有47位朋友们问说，这个请问可不可以分享影响我最深远的书啊？那当然是可以的啊。那我影响我最深远的书叫做《盲点》啊。那好，对，《盲点》我们知道是就是对于开放的这个发音啊，这个有应该有笔画，对，然后有这个台语啊，然后有英语、法语、德语啊等等的这些，这是一个多国语言的，就是可以互相参照等等的这样子一个字典啊，那或者自由啊等等，那所以这个是台语的部分，然后也有客语啊。那这里面其实是很多本了，就是包含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嘛，那台语跟客语都有常用字的词典，那当然两岸词典是中华文化总会提供的、哦、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别的语言的词典。那这些我的工作大概就是跟一群朋友去把所有这些收拢起来变成同一个 APP， 然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里面抛弃这个所有著作法所享有之权利，包含相关跟临接的法律权利，把它贡献到公众领域、哦、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主张了的这个意思。那所以这个是影响我非常深远，因为如果当时没有临时政府G0V的这个计划，那我大概也不会跟就是一群朋友做盲点，那我如果不做这个盲点的计划的话，我就不会认识这个教育部国教院等等的这些朋友那如果我没有认识他们的话，那当时就是丁冠华同学抗争这个训导之后，那这个国教院也不会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去当客发会委员。那我如果不去跟房新哲当客发会委员参加审理国教课纲，那我不会发明这一套这个就是激进式的透明逐字记录的这个方法、哦、那我如果这个没有去就是行使这样子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说我这四年多来这个参加主持了1000多场会议，跟5000多人讲了已经28万多句话、哦、那最一开始就是客发会第4、第5、第6、第7的会议的记录。那所以我如果不去承接这样子的一种激进的透明性去把国教院当时已经就是摇摇欲坠，已经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们，那我就变成有点像带个 VR 进去的国民法官那样子，让大家看到说虽然课纲微调的时候真的超级黑箱，但是108就是新课纲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黑箱，恰成对比，那当然是有一点效果了。那后来就是领纲才能够顺利制定嘛，那尤其是社会领域，后来就是在课程会也非常感谢几位教育部长亲自主持之下，那我们现在才有108课纲可以用。那所以我如果不是有那次的成功经验，那后来大概也不会被邀请来做政务委员，所以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所以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书，我想还是教育部的重编国语词典。
有四九位朋友们问说台湾要怎么加入联合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有很多个路径，那但是我想因为接下来就是磨联了，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些路径的可能性。那所以就是我这边并没有特别要说哪一个路径是我所偏好的。事实上我所偏好的其实我刚才已经分享了，就是点 TW 嘛，因为点 TW 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在地理上面的邻居跟网域上面的邻居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地理上面的邻居是印太区域，但是我们的点 TW 在网络上面的邻居旁边一个字就是点 TV， 就是土瓦鲁。那所以那土瓦鲁那个网域是非常值钱的，大家都想要什么点 TV 嘛。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去主张说这个我们是以就是网际网络的新时代的一种超国界主权的这样子一个方式，我们跟土瓦鲁可以一瞬间就变成一个就是在网络上面 的这样子一个联盟。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不管是什么 Twitch.tv 啊 Justin.tv 啊什么啊，都会变成我们的盟邦了。那我觉得是相当棒的。对，那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就跟我去日内瓦参加就是网际网络的治理的就是年会一样，就是说我们当时是一个 hybrid organization， 一方面有各国家主权国家西法利亚体系的这个代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多方利害关系人在网络治理的这个领域 IETF ICANN 等等这个代表。那其实这两个都是高度政治性，只是这个处理也都是超国界的事情，而这边才刚刚开始在永续发展目标制定完之后要处理这一类的超国界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像联合国这样子的国家透过像 UNSDSN 就是永续发展的研究网络等等的方式尝试要连到这种 multi-stakeholder 多方利害关系人的这些地方。我们在这边的发言权，在这边的席位，我不管是作为民国的政委员，还是作为纽约的 Radical Exchange 的理事，还是作为阿姆斯特丹 Council Democracy Foundation 的理事，还是作为巴塞隆纳 Digital Future Society 的理事我都有就是相同的资格去参加 multi-stakeholder 的这一边。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联合国弄得越 multi-stakeholder， 那我们的实质参与权就越强，而且也对世界上其他人越好。因为好比说我们要讨论气候变迁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在全世界住在沿岸地区的朋友所形成的 major group， 他的代言的能力绝对比就是在一个大的国家，那这个就是气候变迁就算淹水了也不太淹得到他们的首都。那这样的话，他们的那个常任代表未必会把气候变迁真的很放在心上那所以就透过 multi-stakeholder major group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组织方式，那我觉得我们是有更多实质参与的这个方式。那这是我所偏好就是参与联合国的一个途径。那当然我了解有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途径我们都是尊重嘛，公民之国，所有的公民都是要尊重的。为什么不称 ROC can help 而称台湾 can help 大概是因为多一个音节了，就是说你在那个hashtag 上面，就是我觉得四个音节就已经是最长了那 ROC can help 是五个音节，五个音节就很难记。你会看到说就是台湾 can help 嘛，Viva Taiwan 嘛，或什么之类，就是说这两个音节还是比较容易记了。那就是而且 ROC 是缩写嘛，那所以到底展开要怎么样，这个我们自己内部要先取得一个共识像我觉得 ROC 展开是 Republic of Citizens， 就是民国嘛，我开口闭口必称民国。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公民之国。那但是各位未必这样子想，有人觉得 C 可能是猫咪嘛，对不对？猫咪之国好像也不错。那对，那之类，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对那个 C 的展开要先取得一个共识我们在外面才能够讲这个 ROC can help。 那但是台湾 can help 就是比较短比较好记，所以目前我们暂时用台湾 can help。 我们如果等 C 展开是什么大家都已经很确定了，说不定 C 展开就是 C 嘛，因为有写 C 语言的人知道那也不错我们可能可以请那个 Bjorn Strostrup 那个 C 语言的作者来担任我们的大使，那个好像也蛮好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在我们确定 C 是什么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难用 ROC can help 当做一个社区媒体的一个 hashtag， 因为大家一定会问说你要怎么展开这个 C 啊。那有这个48位朋友们问说这个对台湾新世代的一个看法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在行政院青年咨询委员会是每一个部会的首长找两位35岁以下的青年的世代来领导这个部会的方向，当然他们只能指出那个向量了，真的那个能量还是要就是纵向的这些部长首长去提供。但是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比起因为我
自己在2014年底，当时就是毛志国院长的时候，他们也有邀请我参加青年顾问团。那我后来没有参与，但是是担任蔡云林政务委员的专案顾问。那当时我们就发现，当时的青顾团大家关心的比较是就是关于创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经济活动的一些方面啊，国际贸易啊等等这些东西，它还是比较经济导向的。但是我们在经营了这两届大概4年的青年咨询委员会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青年咨询委员这年头关心的事情好像已经不完全是经济，或者甚至几乎不是以经济为主啊。那即使是经济，也是循环经济之类的。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就是大家去告诉我们说这个塑胶吸管应该要就是尽快禁用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真的很重要，温管法到底什么时候要真正执法啊，什么之类，就是我们大概很难去想象说，就是台湾要怎么样子从一个主要还是以制造业的那个思维，线性经济思维为主啊，能够加入一个现在在国际上面，尤其现在是磨联嘛，就是以永续发展，就是我们不能牺牲下一代，以至于到下七代的这个想法，到底要怎么完成这个转型？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青年咨询委员现在都是用 SDG， 就是用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个角度来看世界，而且就是我们也有做一个社会创新的一个大调查，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年轻的朋友，大概20几岁甚至10几岁这一代，永续发展这个是大家都比较认识，而且也觉得本来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的。那年纪越长，就越就是需要可能重新终身学习一下。所以我会觉得说，特别是在就是从线性经济往循环经济的这个发展，以及往社会跟环境价值，基本上应该青年就是或少年是我们的老师了。那我们这些我自己其实也已经不是青年咨询委员的年纪了，我已经超过35岁了，所以我是非常高兴能够去跟这些青年咨询委员学习。网络可能有点慢，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就是具体去看一下，就是他们的提案大概都是跟环境跟社会永续啊有关联的啊。那有50位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给我们听大悲咒啊？那当然是可以的啊。那我们来放一下大悲咒。OK， 好。OK， 好。那在大悲咒正在背景载入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到吧？高音质悦耳版的，珍藏精选版的。还是简体字，不过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佛法是普世的 ，OK。好，那。对啊，它前面前奏好像比较长啊。比较没有到咒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直接跳到咒的部分？OK， 好，那好，那我们就在大悲咒的这个加持之下，我们声音稍微小声一点的演讲，这样不错。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演讲，谢谢大家。谢谢。